先用一个圆形物体均匀地画八个点，再剪一个圆形的垫布垫在破洞的底部，在中间从底部上第一针，再挨着下针再挑一针，绕线拉线，再下针拉线，再从底部中间上针，再下针挑针，再绕线拔针拉线，再下针拉线，用同样的针法缝一圈。再从每个花瓣缝隙缝长的直针，再用竭力绣缝一圈，从底部上针，用左手拿线，右手拿针绕一圈，在旁边下针，再拉紧左手的线，下针拔针拉线，再用竭力绣缝花心，不缝也可以，缝别的颜色花心也可以，这个补洞针法薄料厚料都可以去缝补，这就完成了。您还能看见破洞吗？